茴香 fennel 是一种常见的香草植物，通常在烹调中被使用。它含有许多营养物质，例如维生素 C、纤维素、铁、钾和钙，这些营养素对人体健康非常重要。首先，茴香含有一种称为茴香酸的天然成分，它具有抗菌和抗炎作用，可以帮助人体消化并减轻胃部不适。茴香酸能够刺激肠胃的运动，减少腹部胀气和疼痛。此外，茴香也具有消除口臭和增加唾液分泌的作用，从而改善口腔健康。其次，茴香是一种非常好的抗氧化剂，因为它含有多种抗氧化物质，例如黄酮类和多酚类化合物，这些成分能够帮助减少自由基的产生，并保护细胞免受氧化损伤。茴香还具有抗炎作用，它的消炎作用能够减轻疼痛和炎症，并帮助恢复身体健康。第三，茴香对呼吸系统也有益处，茴香具有祛痰和止咳的作用，它的芳香味道可以刺激呼吸道，并增加唾液分泌，从而减轻喉咙疼痛和咳嗽。茴香还含有一些具有抗微生物作用的成分，能够抵抗感染和预防呼吸系统疾病。最后，茴香还具有抗抑郁和减压作用。茴香含有一些可以促进神经系统健康的成分，例如茴香醛和茴香酮，这些成分能够提高情绪稳定性，减轻压力和焦虑，并缓解抑郁症状。总之，茴香含有丰富的营养素和医疗特性，可以帮助改善胃肠。